哎妈，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是哥查德的世界吗？我。啊，这个世界搞欢迎仪式还挺别致啊。喂，大早上的你站那干啥啊？炼金术，我哎，听我不明开打的情形，当阳全城都入朝看呐！好，那就来吧。干掉你啊！啊！我啊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认错人了！见到鬼我出去吧！哎，这哥们儿谁呀？哎，谁？我啊！还有谁是吧？那我不客气了！这敢我！还敢问跟我比换球啊？啊！今天打不过用武器。葛亮大人的计划，不会让你打扰的。这可是我的首秀，可不能让你抢了风头。